一百九十一章鬼城。取道闭关修行所构筑的洞室，距离舍山几百里地，并不算太远。此前他从屋下江水道中逃出，遁走了大半时辰，寻见一个偏僻安生的地方，便停留了下来。如今离开洞室所处位置，驾驭飞剑往舍山所在的方向飞驰而去。因为其气血强横的缘故，仅仅半个时辰，便已经靠近到舍山的十里地之内。他抱着苏九，踩在剑气上面。 从高处跳看过去，眉头忽地微皱起来，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偌大的舍山立在乌下江边，江水蜿蜒如蛇虫，其恰像是压住蛇虫的巨大石块，只是缺了口子，被从中冲走了大半山体，有些奇形怪貌。粗略看几眼，此山宽大，林木葱葱，貌似毫无异样。曲道虽然一时间没有琢磨出到底是什么不对劲，但他还是操控飞剑，滴滴落在一处山头上。 停留起来，没有贸然前去。这时，他怀中的小狐娘苏九也跳看向舍山，吐的轻易出声，说：“此时光色虽好，但已经是日暮，城中怎的一道炊烟都没有。”听见苏九的话声，许道恍然间明悟过来，他眯眼瞧向舍山，心中暗道：“不应该呀！龙宫盛宴中，虽然摄照不足的修行者，连带着鬼市当中的散修，全都被坑了进去，但是山城中的普通人等……” 只是有近半出城被为了甚焦，剩下的城中人应该还有十来万的数目。就算之前龙宫的阵法自毁，但阵法坐落在地底，且有重重湖水作为阻挡，绝技伤不到山城中的人，反而还会有精纯的灵气上升，滋润山城中人。可为何眼下却是是一副山中空荡荡，像是毫无人烟的景象？细思着，许道轻叹一声：“要是皮肤蚁王还在就好。” 他在山城中的宅院内留有一小股南柯皮肤，除了看管宅院之外，其也是在看管着杀性刀客，免得对方生出逃跑的心思。如果皮肤蚁王还在，许道就可以远远地晃动留守在城中的皮肤，从皮肤的动作中简单得知一下城中究竟是何状况。只可惜的是，皮肤蚁王已经被他取血食肉，全都填进了自家腹中，而那些留守在山城中的南柯皮肤。 应该也早已经随之自毙而亡，不复存在。至于许道现在随身带有的牙江林兵，因为他们个个都缺少灵智，连离开许道一里地都难，更别说替他打探情况了。但是想了想，许道终究还是举起袖子从面上一抹，然后抖动袖子，立刻从中掷出牙江林兵。吃吃间，三头数尺长的狰狞牙江和近百婴儿拳头大小的林兵出现，拱卫在他的身侧，杀气凛然。 取到心中念头运转，三头牙将便各自带起一股灵兵，抖擞身子，振翅散开，在数百不远的地方屈寻起来。亏得他早就将三施舍身术的三重功夫都修炼完成，能一次性分裂出三个小念头，否则还无法同时操控三头牙将。而牙将林兵虽然无法直去山城当中探探情况，但还是能游走在他的周围，为之减小风险，提防敌人。 毕竟许道现在的神识才能蔓延十五丈左右，也就是五十步远的距离。此距离之外，仍旧得他用眼睛看、耳朵听。有牙将林兵在外区寻，自然是更好一些。布置好一切，许道抱着苏九，便准备肉身前往摄照山城当中探究一番。其虽然警惕，但是也没有过多的忧虑。要知道，他的肉身现在可是筑基境界，只要那几个摄照的道士不是先设伏，他便不会有多少危险。 至于怀中的苏九，大不了到时候瞧情况不对劲，就将小胡娘收进皮肤幡中，带着跑路。这样对苏九来说苦是苦了点，但是胜在安全方便。反正他也不是第一次被皮肤翻射进去，多几次也无妨。就这样，两人驾驭着剑气，低空腾飞在林木间，借以掩饰身形，但是速度也不慢，十里地眨眼间就掠过了，来到乌下江跟前。 遥遥看见夕阳之下的社照山城大门，许道和苏九两人对视了一眼，脑中同时跳出念头：铁索桥呢？原本横亘在乌下江上面，作为山城中人出城唯一道路的宽大铁索桥，已然不见了踪影。两岸边上只剩下宽大的桥桩相互对立。该不会是龙宫阵法自爆时，铁索桥一并坏了吧？许道回想着，但他心中也知晓，正常来说，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 就算铁索桥已坏，城中人应该也会想办法修缮出新桥，凑合着用才是，绝技，不会让江面上空荡荡的。眼下还未进入社照山城，两人就发现舍山上古怪重重，种种迹象都表明城内空无一人似的。本来许道还想着乔装打扮，以凡夫俗子的身份混进山城当中，但眼下江面上无路，他要么涉江而过，要么腾飞而过，而此段乌下江的水流湍急。 是无法采用木筏、小舟过河的，因此不论是采用哪种过江方法，都不是寻常人能为之。许道也就懒得再琢磨或是遮遮掩掩，他一扯身旁的苏九，口中交代道：“走，警醒点。”话说完，他打出先遣兵，让两头牙将领着林兵往城中飞去，还有一头留在身后为两人看管后方。随即，许道就从山林间跃出，直接飞跃过了数百丈宽的江面，来到是舍山之下。 踏上山脚的第一眼，他的眉头就紧皱起来，目中流露出讶然之色。只是他并未再说一个字，而是暗中运转法力，警惕着四周。苏九也是浑身紧绷的，亦步亦趋地跟在许道身边，不停地扫视四周，警惕着。山城大门洞开，两人掠过大门，发现硕大的门把手上面积灰已久。等他们再走进城中，耳中陡地安静起来，连身后滚滚的江水奔腾声音都快要消失不见。 许道放眼望去，原本鳞次栉比、重重叠叠的山城，到处空荡荡，感到街道上并无一具人影、一只活物存在。只要冷风从巷间刮过，传来凉飕飕的声音。苏九打量着，不由自主地紧了紧身上的道袍。而许道则是驻足在原地，仰起头往舍山的山顶望过去。他的眼帘张合，目中瞳孔突的竖起，目力陡然增强。咦！许道口中发出轻疑声。 土生说：“山顶上不仅没有阵法存在，也没有灵气存在的迹象。这山山顶和后山是摄照部族修行者居住的地方，时刻都布置有护山大阵，能够拘拘禁灵气，抵御外敌，防止他人的窥视。可是许到现在凑近了瞧，分明发现山顶上的景象赤裸的铺露在他眼中，连一点灵气的波动都没有。该不会几个摄照道士带着剩下的族人直接迁走了吧？”心中猜想着。 他的气机虽然依旧收敛着，但也就不再隐藏身形，直接携带着苏九窜上半空，腾空在山城的上空，一一扫视其整座山城。剑气嘶鸣间，许道游走四方，发现整座山城果真变成了一座死城，城中一个活人都没有。但更让他在意的是，城中连一具死人的尸骨也没有。街道上空荡，却并无血水、骨骸等物，而在一栋栋民居当中。 锅碗瓢盆、枕头被褥等东西都在，并不像是城里人迁移走了的样子，而像是都突然离家消失了。城中剩下的十来万人去哪了？怀揣着这个疑惑，许道和苏九直接飞到了他们原先居住的宅院当中。落入院中，许道并没有亲自进入房间探看，他闭上眼睛酝酿片刻，立刻有一股威压从他身上升起，一种滑腻被看光的感觉。 再次出现在旁边的苏九脑中，让他心脏当即一紧，喘不过气来。好在许道仅仅是显露了十来息，就将神石收了起来，用神石迅速的将宅院扫了扫。正如他刚刚在其他地方看见的，此处宅院也是空落落的，内里的大小东西零零两都还在，只是留守的老沙刀客不见了踪影而已。许道还在院中发现了十来指南柯皮肤，只可惜都是尸体。 早已经死去多时，并不能告诉他此地发生过什么。奇了怪了，许道不再说一个字，他揪起身旁的苏九，当即又往舍山山顶，也就是鬼市当中探索过去。不一会儿，两人就又落入到鬼市当中。原本热闹繁华的集市已经冷寂，活人不存，当真可称作一生鬼市。许道动用神识，一面走一面扫，发现这里不再像山城当中那般完整，鬼市中的大小店面都混乱一团。 桌椅散乱，抽屉乱翻，既像是店家仓皇间携带着身家逃走了，又像是遭了匪盗似的，没给许道留下半枚符钱或是灵物等好东西。他巡游几下，一并在王舍山的后山走去。而这时，许道远远就发现舍山的后山出现了一道峡谷，此谷周围的林木倾倒，巨石乱堆，应是新出现的。这让许道来了兴趣，他连忙靠拢过去，准备进去瞧瞧情况。 可是，未等他靠近，就有力喝声从峡谷处传来。呆，黑袍子的盗徒，快快落下来！齐化生凶弟，恶气腾腾。第一百九十二章夜叉门盗徒。取道寻声望过去，发现后山峡谷的边上有人影活动，这让他不禁反喜，心中暗道：终于寻见一个活人了。再运转木力，仔细一瞧，守在峡谷边上的三两人影都身着高帽白衣，这种装扮让他感觉有点眼熟。 稍微一思索，许道便想起来自己在哪见过了，是在黑山。如此装扮，赫然就是夜叉门弟子的打扮，个个脸色苍白，但又涂脂抹粉，头戴高帽，身着纸质式的白色道衣，活脱脱一副民间传闻当中的阴差模样。许道心中一动，他如岩从半空中降落下，踩着树梢飞走，瞬间刮过千步距离，跳到喊话人的跟前，站定在三十步开外的地方，他收敛身旁的飞剑。 同苏九一起朝着对方几人打了个击手，口呼：“见过诸位道友，不知换贫道二人下来有何指教？”守着峡谷口子的三个夜叉门弟子，修为有高有低，但都没有达到炼气后期的程度。可他们瞧见许道显露出一身炼气后期的仙道修为，却并没有畏惧之色，只是眼中浮现出忌惮。当中手持着一条乌色钩子的道徒皱起眉头，他和身旁的两人靠近数步，然后嘴皮子蠕动。 动用了传音的术法，细生和同伴说起话来。这几人以为间隔三十步的距离，还动用了术法，许道师绝技听不见他们的商讨声的。可谁知许道现今肉身强悍，区区微末的术法，他无需动用神识就能以肉耳偷听得到。是个硬茬子，手上的法器也不寻常，瞧模样是尊飞剑。阴恻恻的声音议论着，同时透露出几人的贪欲。瞧这两人身上的装束，不是摄照的。 也不是白骨关的，或许是一个散修。若是将他手上的东西夺过来，可就是我们的了。只是三人也起了些争执，有人说怕是难，如此法器能飞能打，恐怕是熊道徒也觊觎。你我三人要是不请熊道徒上来帮忙，就算对方是散修，也擒不下这两人。对峙片刻，许道发现原本紧盯着自己的三道目光，纷纷落到了他身旁的苏九身上。 各自闪烁，不怀好意。那不是还个女修士吗？瞧气色，还是练体的。这和熊道徒的喜爱，我等帮他生擒对方，然后再瓜分那柄飞剑。正是，这破地方也算是这次出门的车马费了。三言两语间，几个夜叉门道徒有恃无恐的言语中，已经将许道手中的飞剑，连同苏九旗人都决定了去留。许道听着，一时哑然失笑。不过趁着对方商讨。 他也暗中控制着牙江林兵，将四周围堵起来，断了三人的生路。只见夜叉门弟子商量完之后，当中疑似领头的那位又站出来，朝着许道的打了个击手。他也没有太过倨傲，反而出声解释说：“见过道友，不知道有何门何派？我等是夜叉门弟子，因门中任务来此，恐有敌情，故才呵斥了道友，还望道友海涵。”可是这人一边说着话，手上却一边不经意地做出动作。 将一张符纸的从袖口在身后抖下，嗖的就窜进了峡谷当中，明显是在通风报信。曲道也懒得揭穿对方，他正好借着几人的手段将对方的同伙从峡谷当中换出来，免得待会还得四处寻找并警惕有人寻仇。于是他摇了摇头，口中回道：“无门无派，山野散修罢了。本是前来赶集的，却不曾想此地不知为何就变成了这个模样，所以四处兜兜转转。” 听见许道的回答，几个夜叉门的弟子相互对视一眼，传音说：“果真是个散修，消息闭塞，宰了他二人也无甚因果，怕甚？就算有因果，等了结了任务，往山门中一躲，又有何干系？”于是当中一人尖着嗓子朝许道吐声说：“那道友怕是来迟了，这社照都已经灰飞烟灭，哪还有急事呢？若是你再早来些时候，只怕你也会遭了难。”许道听见。 眼帘微睁，他异动地往前踏了几步，出声道：“几位可否详细说说？”几句话的之间，峡谷当中突的有灵光波动传来，一道身影嗡的就从中跳出，其身形高达丈许，青面獠牙，黑气滚滚。他扫视四周，微声道：“有贼人来了。”取道凝眼看过去，发现此物的身子虚幻，并非食物，只有他手里面持着的一柄钢叉是食物，应是一道人的阴神化作鬼物。 持着法器出现，更让他讶然的是，这只鬼物居然让他眼熟，也是曾经在黑山当中见过。只见其阴神变化成的鬼物有三头六臂，阴气森森，是炼气后期驱物境界的存在。且他手中持着的钢叉通体乌色，遍布血纹，也是一柄和皮肤帆不相上下，并隐隐超出的法器。这厮正是许道刚进入黑山时，吓得他藏身逆行。 并当着他的面击杀了一个后期的女道徒，是其失而归的狠人。许道在离开黑山后，对山中的所见所遇都做过总结，并在鬼市当中打听过不少消息，已经知晓自己在黑山中遇见的狠人是夜叉门中的厉害角色熊煞道徒。再结合旁边三个道徒刚才议论的，眼下出现在他跟前的这尊鬼物，当是熊煞道徒本人无疑。和许道在黑山中见过的模样相比。 雄煞道徒的气势无疑更加强横许多，其修为不只是练气后期，而是已经练气圆满，体内具备五十年的道横，只差筑基了。可就是差了这么一点，让许道对曾经这位畏惧过的人心中再无惧意。他直勾勾地盯着三头厉鬼，脸上轻笑起来。没等许道主动搭话叙旧，那三个道徒纷纷,纷传音进入雄煞道徒耳中，说：“烦请雄煞道徒为我等略阵。” 我三人为你生擒那名女盗徒，可谁知熊煞此人听了三个同门的话，居然结笑起来。他大大咧咧的，轰然吐声：“姐，某何须尔等帮我生擒女子？难道不知某家更喜死人吗？”他晃动鬼躯，一时贪婪的盯着许道，口中又吐出：“除了女子，那男子某也要了，别打坏了他的身子。”听见熊煞的吩咐，三个夜叉门盗徒先惊后喜，连忙呼道：“甚好。” 我们求财，你求人。苏九一直都依偎在许道身侧，他虽然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但都听见这话，脸上也是惊愕。只是他脸上并无一丝慌张和恐惧，只是眼神古怪的看向身旁的许道。许道冷笑数声，他看都没有看那三个道徒一眼，只是盯着熊煞道徒上下打量，然后扒开悬浮在身前的墨鱼剑，让其落到苏九身旁，护住其身。许道伸出右手。 弹了弹指甲，淡淡的冲熊煞道徒说：“你当真想要贫道的身子？”第一百九十三章翻手镇压。在许道说话间，三个夜叉门道徒就已经祭出法器，打出符咒，运转法术，熟练的朝许道二人围堵过来。而熊煞道徒听见许道的话，更是哈哈大笑。他舞动着手中的血纹钢叉，指着许道边猛的投掷过来，齐大喝道：“然也，某家吃定你了！” 瞧见对方四人的举动，许道眼中闪过轻蔑之色。土生既然如此，贫道便成全你们。他毫不畏惧对面劈头盖脸打过来的法术法器，只是面上露出狞笑。咕哧，沉重的呼吸声突的在场上响起来。许道本是正常人大小的身子陡然拱起，眨眼间就变成丈高。其面上鳞甲覆盖，结成了一张苍白色面甲。后脊背的骨节隆起，有尖刺生长而出。卡。 他猛地往前踏出一步，伸出长满鳞甲的臂膀，五根尖利的手爪轻轻一拍，便将三个夜叉门道徒击打而来的法术击碎，化作乌有的灵光，甚至让其中一人当场就遭受到了反噬。雾气蒸腾，烟云缭绕。琼煞和三个同门瞧见眼前这一幕，都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但是他们被击碎的法术、拍飞的法器却不是幻觉。下一刻。 身长三丈的苍白鳞甲之物就从肾气当中窜出，轻轻往前俯过身子，便跨过了三十来步的距离。鳞甲巨物的眼睛眨动，一层透明的眼睑覆盖在其目中，透露出森然冰冷的意味，一一扫过三个最先发难的道徒，然后巨大的头颅摆动，对向了三人身后的雄煞道徒。雄煞阴神所化的鬼物有三头六臂，身高一丈，按理来说已经是威势赫赫，颇能唬人。 可是和许道变化出的三丈龙种躯体相比，依旧是宛如孩童般瘦小而可怜。特别是许道的龙种躯体踏空而行，整个身子起伏在半空中，头颅微昂，猩红的眼珠子向下俯视着几人，威吓感更重。而雄煞道徒还保持着刚刚掷出血纹钢叉的动作，他仰起头颅，呆呆地望着俯视自己的鳞甲巨物。许道身化龙种，从口鼻吐出滚滚的热气，扑出丈远。 击打在雄煞的身子上，沉闷土生，你想要某的身子？”鸡土生说话中，其满嘴的尖牙显露，狰狞凶恶，深深的印进几人的脑中。更加让几人毛骨悚然的是，一股战栗的感觉在他们的身上出现，像是整个人被按进了冰冷的湖水当中，胸口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心脏一抽一抽的惊悸着。四人当中有人反应过来，口中难以置信道：“住住，基期，神识。” 是道士，亦有人失声叫出，包括熊煞道徒在内。他盯着许道变化出的龙种躯体，想要否决掉脑中的念头，可是许道展示的种种气势和手段，全都赤裸裸地体现了其身为筑基境界的强横。连法术都不用，仅仅是凭借肉身上面的鳞甲和沉重的气力，便击溃了几人的法术，拍飞法器。至于熊煞道徒投掷出的血纹钢叉，则是还被他抓在手爪之间。 好似持着一柄吃食用的餐叉，见几人发怔，许道也懒得等待对方回话。他捏着熊煞道徒的法器，轻轻往前一戳，便从一个夜叉门弟子的头顶上贯穿而下，定在了岩层上。卡拉缺水横流，夜叉门弟子就此一命呜呼掉。啊！救命！救命！一道阴神当即从烂肉当中脱离出来，他满脸苍白，惊醒后立刻呼叫，却发现自己的肉身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宛如一条被渔夫用铁叉贯穿后准备炙烤的鱼肉，呼，又是滚滚的白气吹出，落到了这道图的阴神上面，当场就迷了对方神智，让其神色变得呆滞起来。一个呼吸间，许道就轻松解决了一个夜叉门的弟子。他晃动巨手，又对准了剩下的几人。剩下几人虽然被许道散发出的筑基神识所震慑，可是亲眼看见一个同门惨死，生死危机之下，他们还是挣脱了出来。 一个字都不敢再说，扭头就要往身后跑去。其中，熊煞道徒最先挣脱出来，他暗中鼓起身上的法力，想要换回被许道插在地上的钢叉，可是立刻就意识到法器当中的真气印记念头已经被许道用庞大的气血冲散，钢叉不归他所有了。熊煞道徒心中惊惧，在心中暗呼道：“罢了，先回肉身中，然后再逃命。”和另外三个夜叉门弟子不同的是。 熊煞是以阴神驾驭法器出现在许道跟前，其肉身不在，尚且藏匿着。他眨眼间就可以返回肉身中活命。可是他心中这个想法刚出现，许道就像是未卜先知一般，眼中露出了冷嘲之色。下一刻，熊煞道徒的三张鬼脸都刷刷变色，惨白如纸，因为他察觉到四周出现了禁锢之力，定住了他的阴神，让他无法一念之间返回肉身中。若是想要返回， 就必须先脱离出禁锢的立场，可是他还有机会吗？蒋桃沉闷低吼声响起，一只利爪从天而降，狠狠地抓住雄煞阴神中间的那尊头颅，将其拉扯过来，按压在了岩石上面。取道的手爪用力，噗的，便像是捏碎气团一般捏碎一尊鬼头。然后他动用另外一只手爪，猛地向下一拍，空啊啊啊！前辈饶命，我错了！凄厉的惨叫声响起来。 熊煞的半具阴神身子都被他拍碎掉、溃散掉，元气大伤。可是许道还是不放过他，手爪一扯，便彻底撕碎了熊煞的阴神身子，长高鬼躯的三头六臂一一化作乌有，最后仅仅剩下一颗鬼头还在，其模样凄惨，连复原身子都做不到，只能兀自嚎叫着痛痛痛，痛煞我也！三下五除二的解决了最厉害的熊煞盗徒，许道将注意力对准另外一边。 眼中又露出趣味之色，只见浓浓的圣气将四周包裹，那两个想要逃走的夜叉门弟子纷纷停住了脚步，并惊惧的看着缓缓逼迫向他们的牙江林冰。在许道变化出龙种躯体，并以神识压迫夜叉门一方时，他并非只是单纯的在看对方的丑态，而是狮子搏兔，混合圣气，暗中祭出了皮肤幡，先将四周给封禁了起来。这样，无论几人肉身是否在此。 又或者逃向哪个方向，个个都逃不脱。吼、oh！一声巨大的兽吼声响起，取到抖擞庞大的身躯，他沉浮在半空中，往前游动。修长的灵尾轻轻一勾，便将两个企图逃走的夜叉门弟子给拍了回来，落到峡谷边上，和仅剩一颗鬼头的雄煞堆在一起。噗！被林伟拍中，两个道徒先后从口中猛吐出血水，但是他们还来不及擦拭嘴角的鲜血。 便神色仓皇地爬在地上，匍匐面对许道，口中大呼：“道爷饶命，道爷饶命！”小道不知您是筑基境的高人，该死该死！还望道长留我一命。两人倒头如捣蒜，完全没有刚刚的吝啬。这让旁边熊煞不知该鄙夷还是该羡慕，因为他的阴神鬼躯被许道撕碎了，仅剩一颗鬼头，还元气大伤，被皮肤翻的气机压制着，连磕头都做不到。 许道听见几人的求饶声，缓缓伸出利爪，一把将几人捏在手中，五分肉身和阴神，其凑近头颅，悠悠地注视着。咯咯，这般动作顿时让几人说不出话来，个个气息急促，只能发出挣扎的呜咽声音。但是更让他们惶恐的是，许道的目光贪婪，喉头咽动，好似看见了鸡鸭鱼肉，垂涎欲滴。咕哧，浓浓的圣气喷出，击打在几人的面孔上。 迷了他们的脑子，让几人惶急发昏，心中不住叫道：“我命休矣！我命休矣！”好在数息之后，有叹息声响起，何必？几人被捏着身子突得飞起，晕头转向，落进了四周的帷幕中，瞬间被镇压起来。解决掉四人后，浓浓的雾气滚动，啪的一声，庞大的龙种躯体就消失不见，一道修长的人身自雾气当中走出，出现在一直池边驻足的苏九跟前。 许道披头散发，手持皮肤幡，笑盈盈地冲着苏九打了个鸡手，惊扰了第一百九十四章雪文乌刚。苏九一直持着长鞭助力，并非是认为许道会出现危险，随时准备着要上前援手，而是想要防止场中的敌人逃脱，为许道略阵。可是许道不仅实力强劲，心思也周全，十几个呼吸的功夫，就将夜叉门的弟子全都镇压在了皮肤幡中，无意能够逃脱。 此种过程，苏九全都看在眼睛里面。特别是许道出手之前，还将飞剑放置在了他的身旁，以之护卫他的肉身，更是让苏九心安。他瞧见许道自雾气当中走出，举动自若，毫无刚才和人争斗时的狰狞模样，一派的清爽洒脱，心中顿时折服不已。听见许道笑问，苏九连忙欠身行仆人礼，他口中呼道：“老爷法力无边，区区几个毛贼似的东西。” 收拾起来就像是扫地一般轻松。九儿在一旁看着，除了钦佩之外，何来被惊扰一说？听见小胡娘这番回答，许道脸上笑容更盛。他持着手中的皮肤翻轻敲苏九的脑袋，大笑道：“好你个小妮子，口舌竟变得如此之甜，老爷定要好生品咂品咂。”这话进入苏九的耳中，立刻就让他的耳根子都红了起来，其微微低着头，作弊女状。 许道简单调笑对方几句，也就及时的收了性子，没有当真凑过头去品咂，免得调戏过多，小红娘早早了失去休意，让她平白损失一份快乐。将注意力收回，许道将目光放在了手中持着的皮符幡上。他继续的披头散发，没有将皮符幡缩小当做发簪插回头顶上，但是他也没有搭理幡子里面的几个夜叉门弟子，而是先走到峡谷边上。 伸手将和自己一人高的那柄钢叉给捏在了手中，刚上手他就感觉钢叉灵机满满的，法力可以轻易地灌注到钢叉身子当中，顺着其上的血色纹路不断蔓延，顺畅通达。持着钢叉，许道发现这当真是一柄好法器，品质比他手中的皮肤幡要好。具体有何功效他还不知，但是单单打造此叉所用的材料就让他心中一喜。这柄血纹乌钢叉。 表面的纹路并非是后来绘制在其上的符文，而是钢材自身的特征。此种钢材被唤作血纹乌钢，乃是以妖兽血肉，甚至道人的血肉，混合铁料，辅以药材，耗时耗力逆炼而成。血纹遍布钢材的内外，密密麻麻的，犹如人体当中的微小血管。它是除了天材地宝之外，少数几种能够人为锻造而出的法器灵材。采用这种钢材炼制而成的法器。 极其适合容纳道人阴神血气，便于操控。且寻常指头大小的血纹乌钢，便可以用来炼制成为飞针、飞钉一类的低劣法器。如今落到许道手中的血纹乌钢叉，和他的人一般高，几百斤重，其所费钢材相当于近百枚低劣的飞针、飞钉了。霎时间，许道就明白熊煞此人见机不对之后，为何第一个动作并非是回归自己的肉身逃命，而是企图换回钢叉法器。 实是因为此叉过于贵重，是一柄货真价实的法器胚子。等雄煞此人进军筑基境界之后，他要是想将钢叉也祭炼成法器，是毫无问题的。指不定这柄钢叉就是筑基级别的人物赠送给他，其意在就是让雄煞在炼器境界就开始温养叉子，以便于筑基后有一好杀气。但可惜的是，雄煞此人遇见了许道，而许道不讲道理，明明都是筑基境界的人物了。 遇见几个练气道徒，却还是藏拙，导致熊煞将叉子掷出击打，瞬间就变成了肉包子打怪，一去不复还。如果熊煞不是直接掷出，而是持在阴神手中使用，不说他能从许道手下安然无恙的离去，起码撕开皮肤翻的禁锢，然后阴神回归肉身是有可能的。只可惜事已至此，多说也无用。许道把玩着手中这柄雪纹乌钢叉，目中欢喜不已。 他情不自禁舞动叉子，在峡谷边上耍了起来。呼呼，风声赫赫，无需他主动灌输进去法力，叉子就宛如他的肉体般，主动引导他肉身的气血进去，然后随随便便砸地一击，便将峡谷鞭子击裂开，卸下了千斤巨石，滚滚落向峡谷的深处。按理来说，他手中已经有了墨鱼剑气，同样的材质奇特，能飞能打，还附有一方法器机练术，远比钢叉要厉害多了。 而多一件法器，虽然是多一件财物，但临阵对敌时，往往也就能亲自御使一柄法器罢了。多的或是交给他人使用，或是会变卖掉。因此，许道得到血纹乌钢叉，应该惊喜，但却也不该如此惊喜。可实际上，正因为有墨鱼剑在手，他才会这般欣喜的。皆因墨鱼剑晋升至真正法器的途径，便是不断的炼化金属，吸纳金气、灵气，不断的纯化剑身。 直至在其中炼制出一点心经，形成脉络。而这柄通体由血纹钨钢打造的叉子，正合适喂养北飞剑，增长它的威力。讲到就做，许道手上剑诀一掐，悬在苏九身边的墨鱼剑立刻就跳到了他的跟前。其脑中命令一下，跳完形状的墨鱼剑就突的融化开来，然后像是一团糖泥般粘附在了血纹钨钢上面，并蔓延开来，将整柄钢叉都吞了进去。 好似给钢插镀了一层灰黑的铁膜，因为雪纹乌钢材之上等墨鱼剑去吞吃它，无法像是吞吃普通铜铁一般将之咀嚼成纯粹的金铁之气，因此也就无法变成大葫芦挂在许道的腰间，只能先变成叉子模样。好在这点无甚影响，许道对此也不在意。同时，因为他的肉身已经突破到筑基境界，他催动其剑玩击练术，效果更强。 估计要不了多少天，就能让墨鱼剑将钢叉吞吃完毕。处理好这点，许道任由钢叉悬在身旁，一心二用地渡入法力，帮助墨鱼剑吞吃钢叉。话说，原本得到墨鱼剑后，此剑是他的重要依仗。但是只除敌三四次，他的肉身就先进军到筑基境界。和龙种化的肉身相比，不入流级别的墨鱼剑威力已经不够用了。许道要尽快将它提升至筑基法器的级别。 才能合乎他筑基境的肉身使用。心中琢磨着，许道突地抬起头，将目光投向了跟前的深不见底的峡谷。在他看来，此峡谷直通地底，或许和二湖相通。而在二湖里的龙宫当中，铁殿密布，其所拥有的铁料不知多少万斤起。若是他在进入龙宫中，用墨鱼剑将整座龙宫的铁料都吞吃干净，不说多的，剑气晋升为筑基法器，应是绰绰有余。 此前他是没有机会，但现在龙宫的阵法崩裂，摄照道士们也失踪不见，或许他的机会来。当下许道的心神跳动，他几乎迫不及待的就想要踏进峡谷下去搜刮铁料，但是只走出半步，他按捺住了冲动。虽说已经突破到筑基境界，实力大增，道徒层次完全无法和他相抗衡，但是他也不能飘，得稳着点。正好夜叉门的几人早他一步来到这里。 并且熊善也已经下去探过情况，他可以先逼问一番，了解一下舍山发生过什么。稍微和苏九交代几句，许道放火烧了那具夜叉门道徒的尸体，然后带着苏九走到一边潜藏起来。他立刻对番中的夜叉门弟子进行逼问，但逼问出来的东西让他皱起了眉头。第一百九十五章铁殿失踪。渠道盘坐在地上，将念头传递进入皮肤幡中，因为时间紧迫的缘故。 他也没有功夫来消磨几人的意志，只能分开逼问几人，甚至不惜动用酷烈的手段折磨几人，然后对比他们口中说出东西的真假。好在是这几人心想要谋财害命，许到没有一口吞吃掉几人，就已经算是好的了。手段酷烈点，完全不被他放在心中。其中两活一死的三个普通夜叉门弟子，张口就说将自家肚中所有的东西都给抖落了出来。 其所修行的功法也是丝毫不敢隐瞒，但是熊煞此人似乎是有所倚仗，性子有些倔强。虽然阴神只剩下一个头颅了，但是他口中的东西却是相较而言难以叫出来。不过简单一番逼问下来，许道首先就对舍山上面发生的事情了解了一些。他暂时不理会皮肤藩中几人的哭嚎和咒骂，低垂下目光，心中悠悠想到：和白骨关有关吗？按照夜叉门几个盗徒透露的。 许道闭关没多久之后，先是有传言从摄照传出去，说是摄照的道士坐下埋伏，将前来做客的一个白骨关道士给做掉了。而一个筑基境界的道士身陨在外，白骨关方面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按传言中所说，白骨关的道士们立刻齐齐出马，联手直接踏平了整座舍山，不仅打杀了一个摄照道士，还逼得剩下五个道士也远走他乡。 并或是打杀，或是掳走了舍山上的十几万人口，称得上是学习社照不足而雄煞四人。便是夜叉门在得知此事之后，派出来打听消息的一股队伍。其中雄煞此人是被夜叉门的道士钦点的，而另外三人则是门中接取了任务的一个小团体，负责为雄煞略阵。很可惜的是，这四人都养成了贪婪的性子，见财色起意，直接就栽在许道的手中，给许道送了一波资粮和情报。 许道听见他们口中所说的消息，心中的第一感觉除了是震惊之外，然后就是怀疑了，总感觉其中有点问题。他在心中琢磨着，哭的也是暗喜，甭管其中有何问题，按他们所说，有一个道士来摄照做客，直接栽倒在了山中，那么此人多半就是灵狐道士了。若是真如传言那般，灵狐道士已死，那么摄照的几个道士便再也无法知道是许道坏了他们的好事情。 毁掉龙宫，如此双方也就不存在仇怨因果了。听得这个消息，许道心底里暗呼了一口气，对此的担忧去了大半。他虽然成就了筑基境界，却还是乔装打扮、遮遮掩掩的来到这舍山当中，就是担心其自身一时不密露了马脚，又或者灵狐道士和摄照的几个道士和解，让他就此暴露身份。而眼下不仅灵狐道士身死，就连摄照方面也死了一个道士。 剩下的五个道士都逃之夭夭，离开了舍山。许道因此安全了，心中念头翻滚。他暗想着：话说这五个摄照道士并没有逃往十万大山的深处，反而逃向了吴国的内境，也不离白骨山远点。看来夜叉门方面听闻的传言多半只是传言，当中应该还有内情。在他看来，至少传言当中所说的摄照道士设伏做掉灵狐道士一事就存在着虚假。 极有可能是龙宫的阵法自爆，重创甚至直接杀死了灵狐道士，还有死掉的那个摄照道士，也有可能是死在了龙宫阵法的自爆之下，而非白骨关道士们的手下。左右寻思，消息还是不多。许道干脆将手中的皮肤翻一抖，准备晾一晾那里的几人，他自己则是先下到地底探探情况，将幡子持在手中。许道想了片刻，冲身旁的苏九交代道：“我去那峡谷底下探探。” 你且在外面帮我望风，若是有其他人过来，立刻使用符咒告知我。话说完，许道自皮符幡中取出了几张符咒，并交代他一旦自己有危险，也唤他上来。是，老爷。苏九接过他手中的符咒，正色回答。留下了苏九，许道口中呼出一个“扇”字，然后依旧收敛着身上的气息，驾驭飞剑往后山的峡谷窜过去。他在峡谷的口子上转悠几息。 便直接俯身往底下冲去，毫不迟疑。正如之前许道猜测的，此峡谷果真是直通摄照地底的暗湖。不仅熊煞到图下去探查过，另外的三个夜叉门到图也下去过。只是按他们说的，底下空荡荡一片，虽无危险，但也无甚东西。三人便都上来了，只是给熊煞望望风。这也是三人一瞧见许道就眼睛放光的原因。皆因他们大老远的从夜叉门那边跑过来。 结果不仅没有舍山当中搜刮得到好处，连有价值的线索和消息也是一丁点都没有得到，算是白跑了一趟。几人若是就此返回夜叉门，只能赚取一点固定的贡献，因此个个心底里都想着要赚外快。坠落在峡谷中，往地底深入不知多少丈，哗啦！渠道在漆黑当中突的听见了水花的声音，他当即掐动法诀，身上照起金光，用作护卫肉身和光源使用。 然后身子飞临水面，顿了顿之后，就猛地冲进了湖水当中。一阵阴冷立刻出现在他的感知当中，幽寂无比。曲道现在的目力惊人无比，且尤其擅长在水中事物。他俯身往下一看，口中叹息一声，果真没了。原本是龙宫铁殿的位置，已然只剩下一个千百丈的深坑，被湖水填满。曲道打落下道道法术灵光，像流星般散播开，一一落到湖底，照亮底下。 他目光趋寻，想要在湖底找到龙宫自爆后的铁锭碎块，但很可惜的是，湖底并无铁锭碎块，只有淤泥。显然，龙宫残片早已经被人搜刮干净。这正是许道从夜叉门弟子口中逼问消息之后，眉头当即紧皱的原因，因为他的计划落空，墨鱼剑丢失了一桩大好的机缘。不过，他也暗自思忖起来：如此多的铁料，这法自爆后定然被炸得四散。 收集起来也谈不上简单，到底是摄照道士们将其带走了，还是白骨关给掠夺走了？第一百九十六章鬼兵搬运术，取道不死心，想着有可能龙宫炸出的碎片埋在湖底，他潜游下去，亲自在湖底当中搜寻起来，用肉眼寻找一番，依旧没有收获。他见四下无人，干脆释放出了神石，一寸一寸的搜刮地皮起来，结果当真让他有所发现，偌大的湖底。 居然连点铁片、铁屑都没有给他留下，让他即便是刮地三尺，也得不到丁点的好处。无需多说，能够将偌大的龙宫碎片清理得如此干净，必然是有筑基境界的道士动用了神识法术，才能真个寸物不留。许道立在漆黑的湖水当中，脑中寻思着，然后他眉头微挑，心中诧异道：“咦，这里依旧没有灵气。”仔细感应中，许道一时惊愕起来。他刚进入蛇山。 在山顶鬼市和后山晃悠时，就发现了山上的灵气无存。但他只是以为是灵脉遭到龙宫自毁的影响，灵气潜藏了起来。可是现在深入地底，此处原本是舍山灵脉的核心，却依旧连半点灵气都没有，彻底退位了一块凡地。他脑中跳出念头：是有人直接毁了，甚至抽走了舍山的灵脉。立刻的，许道仰头往上看，他的身形突然闪动。 出现在了连通里面和二湖的峡谷当中，环顾四周，又辨认着峡谷裂开的口子大小。他隐隐感觉，这道峡谷并不像是因为龙宫阵法的自毁崩裂而出，更像是人为打开的。按照化龙幻血大阵中记载，阵法自爆虽然会对灵脉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创伤不大，甚至谈不上创伤。再加上龙宫是背部置在湖水当中，有重重湖水作为阻挡，以及摄照仙人的布置。 按理来说，阵法的自爆并不会炸开舍山，反而会给山中生灵带来好处，滋养血脉。且就算是炸开舍山，也不会只是区区的一道峡谷，必然是地动山摇，山下的社照山城将会混乱，甚至为之倾倒。可是通过城中的种种景象来看，山城中街道完好，房屋砖瓦整齐，原本的城中人都像是出城走亲访友似的消失不见，家中的财物都完好。一时间。 舍山上的种种线索都在他的脑中浮现，让许道心中逐渐明白过来。如此情况，更像是舍山上的种种好处全都被人给打包带走了。而如果是如夜叉门弟子口中那般，摄照道士是被白骨关给赶跑的，那么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可能如此从容、如此细致老道的带走一切。极有可能是摄照道士们自己抽了舍山灵脉，带走了城中剩下的活人。 然后对外放出传言，将责任全都推脱到了白骨关的头上。气息一丝按着这点解释，一切就都说得通。曲道在心中暗暗想到：灵狐道士生死舍山，摄照道士们又坑害了鬼石当中所有的散修，以及摄照不足半数的人口。要是他们的计划成功，实力大增，倒是没什么了。可惜的是，阵法破灭，鸡飞蛋打。几个摄照道士，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特别是对白骨关。 全然无法解释，这样一来，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走为上计，然后将责任全都推脱出去，混淆视听。被锅的对象也是现成的，既然已经得罪了白骨关，坑死灵狐，不如得罪的更狠一些，还能卖一波惨。处理到这里，许道环顾着舍山苍茫的景象，心中慨叹不已。或许其他人也会猜到这种可能，但是这些人没有亲身经历龙宫盛宴一事。 绝不可能如许道这般确信，以及清楚摄照道士们的意图。唯一让许道还有些疑惑的是，摄照部族中的修士早早都已经为了渗交，城中剩下的活人都是凡人，道士们费劲巴拉的哄骗走这些凡人作甚？甚至不惜为此留下了漏洞。他们要是想更好的掩藏真相、搜刮好处，完全可以学习山城，吞吃掉城中的所有活人，这样还能让他们吸收凡人们体内的龙血精气。 增长气力，修复伤势，称得上是好处多多。而若是说几个道士良心发现，想给自家部落留着血脉，许道第一个就不信，并且他们闹出的事情如此之大，时间一久，摄照族人也都不是傻子，真相迟早都会暴露。思索片刻，许道对于这点有多个猜测，但是无法确认是哪个，见想不通，他也就直接放下了猜测。反正舍山上面发生事情。 他大抵都已经弄清楚，且这都是摄照道士和白骨观的纠纷了。他许某人不沾因果，又何必非要探究个清楚？许道富呼出一口气，他虽然没能得到龙宫当中的铁料，但是也算是解了迷惑，放下担忧，心情一沉一浮，也算是平稳了。将杂念从脑中全部甩出，许道并没有就此飞离峡谷。反正时间不急，他低头看向地下暗湖。 想了想之后，又纵身进去其中，第二遍搜寻起来，免得自己有所遗漏。曲道在暗湖中搜寻数遍，以及又在后山各地、山顶鬼市、山下城池中转悠过，依旧再无所得，便回到了苏九身旁汇合起来。苏九藏身在山林当中，认真的帮助许道望风，一刻都不敢松懈。他瞧见许道终于返回，心中顿时松了口气，连忙叫道：“老爷！”许道听见。 冲他点了点头，口中道谢几句，便一把抓住苏九的臂膀，口中说：“此暂无危险，但也无需再待在这里了，唯免稍后再有人来，你我落得和刚才那四人一般的下场。”暂且离去。是苏九自是赶紧同意。于是许道抓着他的腰肢，纵身飞上高空，疏忽间随意找了个方向，往山野当中奔去。因为暂无目的地要去，且皮肤幡中镇压着的几个夜叉门弟子。 还可以再逼问逼问。许道带着苏九飞行大半时辰后，便在一个荒山野岭落脚下来。他借着夜叉门几人的东西布置出一个禁室，然后就打发走苏九，让对方自行休息修行。他自己则是一头钻入禁室当中，暂时闭关起来。禁室当中，许道以人形的姿态盘膝坐着，周身有三头狰狞妖兽游走，正是他的三头牙僵。许道打量着牙僵。 目中屡屡闪过计较之色，在夜叉门几人当中，他除了得到有关摄照的消息之外，最大的收获便是也得到了几部夜叉门的法术。只是很可惜的是，他目前最需要的清心静气类法术，无论是熊煞还是另外几人，全都没有学过。至于其他的法术，大多也不入他的眼。入了眼的，暂时还没有逼问出来。好在还是有一部法术让他感兴趣，这法术叫做鬼兵搬运术。 是一门养鬼御鬼的法术，在夜叉门当中极为常见。四个夜叉门道徒全都涉猎过，其中有两人还修炼至大成境界，种下了符种，能传授给许道。根据四人口中所说，此术除了能够收服鬼怪之外，亦能将妖兽魂魄、道人的阴神炼制成鬼物，以作为驱使。其中还有种种折磨魂魄、喂养阴气血食、成鬼养鬼的手段。而这门法术炼制出的鬼兵。 也是夜叉门中鬼奴、鬼仆的主要来源途径。略过其中凶恶有伤天和的手段，徐道手中正好有四只现成的阴神，他完全可以动用法术将之炼成鬼兵，以作驱使。根据几个道徒介绍的，鬼兵的实力大小不一，有的被太阳一照就会灰飞烟灭，限制不少。但是这些鬼兵可以通过附身在纸人、傀儡等物当中增强实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灵智并不算低微。 炼制的好，甚至还能保有六岁孩童的智力；就算炼制的差劲，只要能炼成，至少也会保有猫狗般的灵智，能充当奴仆使用，远比白骨关中的白骨道兵要方便得多。取道正是缠上了鬼兵具备灵智这一点。他的牙将灵兵虽然勤恳，但是内里并无魂魄，纯粹是一副躯壳，呆板死硬。原本他就琢磨着抓捕魂魄,魄鬼物放入其中，充当牙将灵兵的头脑。 现在得到了鬼兵搬运术，正好可以试验一番。脑中细细琢,琢磨几下，许道从地上拾起两张写满字迹的黄纸，其上灵光闪闪，正是从两个法术大成的道徒脑中逼问出来法术修行方法。因为四个夜叉门弟子都会此术，他已经分别检验过数次，纸上的文字和符文应当都不是作假。而且许道的修行方式和旁人不同，即便法门被人恶意篡改，他也不会中招。 参悟几下法门，许道也懒得自己再想，等练成之后再琢磨便是。于是他掏出了一直秘密藏着的无字符箓，伏身在静室当中，许道一板一眼的临摹起来。不多时，他临摹完毕，熟忍掐诀打火，点燃了一盆灵彩。秋，许道袖手将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无字符箓丢进了火盆当中。翁，浮墨脱落，灵气涌现，一颗鬼气森森的符种缓缓从火盆中生出。 像眼珠子一般悬挂在他的身前，许道看着这颗浮肿，心中微喜，法门果真无错。他伸手将浮肿抓在手中，运转真气，吃饭喝水般就在脑内练就一颗属于自己的浮肿。鬼兵搬运术大成，第一百九十七章鬼兵成法术大成之后，许道连忙就从皮符幡中将肉身被他打死的那只道徒阴神给取了出来，一团灰气落在他的手中，疯狂蠕动。 其上长出了人脸，扭曲京剧，赫然就是盗图原来的模样。啊,啊！近视当中立刻就响起一阵鬼哭鬼叫的声音。盗图的声音疯狂，他意识到自己的肉身已经死去，魂魄没了依仗，刀业已经彻底的崩塌。同时，在七日之内，他的阴神会逐渐衰弱，直到彻底的溃散掉。但即便事已至此，这人也还没有绝望。他面上做出凄惨可怜之色，挤出声音。 道长留我一命啊！只要道长愿意收敛我的魂魄，我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浅草截还以报，可是许道听见对方口中的话，面上只是露出讥讽之色。此人口中的收敛魂魄,魄，乃是希望许道给他寻来养魂木等物，其能够收敛滋养魂魄的灵材，然后日夜供奉之，这样对方的阴神就能延缓衰败，能够撑过七日，再通过吸纳阴气等法子。 或许就能保留大半的记忆，变成一只灵鬼。要是这厮碰见一个凡人，威逼利诱着凡人，或许还会一言从之。可许到吃饱了撑的才会做这种事情。他开口笑起来，露出白牙，说：“何必多此一举？贫道现在就助你蜕变成为鬼灵。”听见这话，也许是这道徒太过于渴求活下去，他急出声，真的叫出声音后，他方才隐隐感觉有些对劲。 然后想起许道刚刚从他口中逼问了鬼兵搬运术一法，其顿时明白过来，绝望的哭嚎起来：“不要不要，道长饶命啊！留着我，不要将我练成鬼奴。”许道冷笑着回道：“嘿，你这道徒怎的如此不识好歹呢？贫道将你炼制成鬼兵，不就是保住了你的魂魄，让你不至于魂飞魄散掉吗？”话虽是如此，但道人的阴神一旦变成鬼兵，魂魄虽然是保存下来了。 但是其记忆会全部丢失掉，灵智削减，好点的会退化成孩童左右，不好点的就是变成猪狗不如，且有失败的可能。而且变成鬼兵之后，生死将彻底的操之于控鬼人手中，永无翻身之地，想死都不可以，只能任人鱼肉，还会当做货物买来卖去，极度凄惨。如此下场，盗徒在夜叉门当中见得多了，而且他自己时不时就会炼制鬼兵，用作对敌护身。 只是他以前炼制的鬼兵全都卖掉、损耗掉罢了。许道话说完，道途阴神的面孔上的绝望之色溢满，害得许道连忙捧着对方的阴神，轻轻吹出白气儿，迷住对方，省得这厮想不开，其次个仙魂飞魄散掉。秋秋，白气儿落在道途阴神上面，像是蛇虫一般钻入他的魂体内部，一下子让他的神情变得呆滞起来，连绝望之色都凝固住了。趁气势，许道肉身筑基之后。 除了牙将临冰之外的又一天赋法术，其作用是能迷惑人心，制造幻觉。虽然现在还不太堪使用，无法直接对敌，但是用在逼问、糊弄敌人上面，确实能起到大用。譬如现在，许道一口气吹晕道徒的阴神，让对方无法抗拒，卸下了警惕，他就可以从容为之，将对方炼制成为鬼兵。随即，他就按着对方贡献出来的法门，打出股股法力。 落到对方的阴神上面，并且画出控制鬼兵的核心符文烙印在对方的魂体当中。因为借着无字符箓，他早已经将法术修炼至大成的缘故，这些手段虽然有些生硬，但是并无一处错误。很快，曲道又从皮符幡中拿出一堆阴气满满的材料，投入到了正在炼制的鬼兵当中，其中有鬼缠毒浆制成的粉末，阴气凝结成的珠子，死人骨种种。 同他刚才学习法术时所消耗的浮墨一般，全都是夜叉门弟子自己囊中的物件。如今又恰巧用在了对方自己的头上。值得一提的是，许道在三个道图囊中所发现的灵材，大多都是阴邪之物，诸如活人脏器、婴儿头骨之类的有一堆，比他在白骨关中见过的还要阴邪。其中有成品，还有正在制作的半成品。难怪几人一身红光，怨气缠身，罪孽深重。 这也让许道对还未见过的夜叉们有了点大致的印象，同时也让他将几人炼制成为鬼兵，心中一点障碍都没有。恶人还需恶人磨，鬼兵的炼制需要时间。许道在处理好一只道图阴神之后，便将它放到一旁，让其自行转化。自己则是又从皮肤幡中取出了一只道图的阴神。幡中剩下的两个道图和肉身死掉的那人不同，他们隐隐猜测到许道是想拿他们的阴神炼制鬼兵。 因此，口中不约而同的先后叫出：“道爷饶命！您若是需要鬼兵，可以让我来帮您啊，何须您亲自动手？浪费材料是小，耽搁道爷您的修行是大啊！”取道听见这些话，心中不由莞尔。他只是回道：“这些就无需道友担心了。”然后便生拉硬拽的，便将两人的魂魄从肉身当中取了出来。同样是一口肾气吐上，迷了对方的魂魄，省掉他好大的功夫。 一时之间，临时进士当中阴气沉沉，鬼哭狼嚎。曲道端坐在其中，细手施展着手法，越来越熟练，宛如今年的炼鬼老道般。小半夜功夫过去，三只阴恻恻的鬼物出现在他身侧，个个身子虚浮，面目凶恶狰狞，身上散发着许道的气息。曲道抓住三只新出炉的鬼兵，没多想，强行就往身前的三只牙将当中塞进去。 啊！因为牙浆具备阳刚气血的缘故，三只鬼兵口中当即就爆发出阵阵惨叫声。好在牙浆是从许道身上脱落下的，鬼兵是由他亲手炼制而成，各自都沾染有他法力。许道强行挤压下，两者当真开始相融。慢慢的，鬼兵成功进驻牙浆的身子，其宛如披了层盔甲似的，慢腾腾的活动起身子，游走在进食当中。三只鬼兵牙浆的动作虽然僵硬。 但是他们的眼珠子当中已经有了几丝灵智，不再是那么空荡荡。第一百九十八章鬼灵丹，鬼神渠道旁观着鬼兵和牙将相互融合，他目中生出欢喜之色。随即他心中念头一动，口中呼道：“布阵！”促促声响起，三头牙将聚拢在一块，变成了品字形，各自携带着一伙灵兵，恭敬地拱卫在许道的周身。他们除了能够听到许道的号令，无需许道分心操控之外， 也能自己对外界做出反应，比如许道又是一个命令下达，让牙将们互相捉对厮杀。立刻的，三头长虫就游走在密室当中，或是阴险，或是莽撞的互相撕咬起来，各自的动作也越加灵活。显然，附身在牙将躯壳当中的鬼兵正在不断的适应。这让坐在一旁观看牙将搏斗的许道目中喜色更盛，他心中宽慰，想到牙将这一短板，姑且算是补上了。 今后又有奴仆伺候可以用。吃吃，近室中响起了牙浆互相啃噬甲壳的声音。他们各自具备灵智之后，因为那里的鬼兵本就凶恶，已经打出了真火。取到瞧见，连忙下达命令，制止了牙浆继续厮杀的动作。随即他袖子一甩，身上气机变动，就将牙浆和鳞兵缩小，变成了牙齿或鳞片。收，他手中托着尖牙和鳞片，张口一呼，然后翻手间。 三只尖牙就又没入他的口齿当中，鳞片也隐没在他的身上。牙将鳞冰虽然是从许道身上脱落而下，但是并非不能回收到身上，且将牙将鳞冰重新变做成牙齿、鳞片之后，它们也就进入了休眠的状态，暂时不太需要消耗灵气和血食。如此一点和原先每日都需要吃食的皮肤虫群相比，无疑要简单和方便很多，能节省许道不少的资粮。 因为将鬼兵塞进了牙浆当中，许道在收好牙浆之后，还特意感应了一下，看看牙齿当中的鬼兵是何状态。一番检查，他发现不止牙浆本身处在了休眠当中，鬼兵也是被迫的休眠。牙浆的躯壳就宛如一方囚牢般，将那里的鬼兵死死关在当中，丝毫不能动弹。这让许道放心下来。虽说世间有不少功法法术，需要将生灵鬼怪豢养在道人的肉身当中。 以身似鬼四重的道人也不在少数，譬如老蜈蚣便是一位。但许道并不希望自己体内会有鬼物、虫置一类在活动。若是他将牙浆收入口中后，内里的鬼兵依旧能对外界有所反应，甚至自我动作的话，那他就只能再以皮肤翻盛放这些东西，解决掉牙浆淋兵呆板这一大缺陷。许道心中欢喜不已，只不过他也得陇望蜀的想到，以鬼兵充当牙匠魂魄。 终究还是太过于麻烦了些，每只都需要炼制。若是能够直接以牲畜魂魄或者王者鬼魂充当就好了。摇摇头，他将这个念头甩出脑中，一口吃不成胖子，慢慢来便是了。解决掉三个普通的夜叉门弟子，许道沉吟数息，又从皮肤翻当中掏出了最后一只阴神。此阴神仅剩头颅，正是熊煞道徒的阴神。在得到喘息之后。 他赶紧的稳固着自己的魂魄，鬼物躯体有恢复的迹象，汗下已经生长出了一根脊椎骨。许道拿出此头后，发现对方即便被镇压在皮肤幡中，隔绝着灵气，居然还够自我疗伤，这让他心中也是诧异。但是许道没有过多的在意，他伸手抓住鬼头下长出的脊椎骨，好似捏着串糖葫芦苹果一样。而熊煞道徒被从皮肤幡当中放出来，他还没来得及欣喜。 一瞧见许道笑盈盈的模样，头颅就哆嗦，脸色刷白。不过他还是强打起精神，开口呼道：“这位道长，我是夜叉门弟子，师从同守夜叉，还望道长饶我一命，必不敢忘记此恩情。”谁知许道听见他这话，面上冷笑着说：“不敢忘记恩情，怕是此仇不报，你夙夜不安吧？还敢拿师门来威胁我？该罚！”话音一落，许道弹指间便激出一道真气。 灌入对方的鬼头当中，绞碎了他好不容易生长出来的脊椎骨，再次重创其身。啊！穷煞道徒遭受重创，痛苦大叫，心中愤恨不已。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生死操之于许道手中，半句狠话都不敢说出，只是忍着痛苦大呼：“冤枉！冤枉！是小道先得罪了道长，哪敢记恨道长？道长若是愿意宽恕小道，我必以长辈之礼侍奉道长，诚惶诚恐。” 听着熊煞道徒这番话，许道心中不由得莞尔。传言此人桀骜不驯，性情阴冷残暴，但是现在落在他的跟前，却是摇头摆尾，极尽可怜之状，和另外三人并不无不同。虽然此人曾经在黑山当中惊扰过许道，但许道也没有故意折辱对方，要从对方身上找回场子的想法。见这厮态度不错，他便再度厉声喝道：“既然如此。” 还不快快将你学得的驱雾法术交出来！可熊煞听见，却是依旧苦声说：“非是小道不想，而是不能啊！小道脑中被门内师长施了法术，此等重要秘法，别说是传授出去了，便是半个字也透露不成。”对于熊煞的解释，许道士半信半疑。白骨观中的法术也是不可思相授予一旦被道观发现，就会被罚数十年监禁，甚至是剥皮抽骨。 可就算是关中原道士传授给他的三阴白骨叉法术，法术中也没有做下手脚，让许道学会后无法向外吐露。当然，这有可能是许道还没来得及在白骨关中留下魂灯，道士也不相信许道能在短时间内就法术大成，因此疏忽了。只是这些引擎和他许某人无甚关系，即便泄露法术会导致雄煞道徒魂飞魄散掉，那也挨不上许道一根汗毛。 而且指不定对方就是在诓骗他，其余的法术都已经吐出来了，偏偏最重要的一门法术不肯吐露，可能是想作为谈判的条件。曲道阴恻恻地说道：“你可知你那三位同门现在是何下场？”同门，琼煞听见，微微一怔，他随即就奉承地大呼：“道长如何处置他们，自然是他们的福气，小道只是由衷替他们感到开心罢了。”曲道听见，他抓着对方的魂魄。 眉毛微挑，回道：“既然如此，那你便也做吾麾下一鬼兵。瞧你魂魄坚韧，真气浓厚，正好可以统领你那三个同门鬼鬼兵。”熊煞听闻这两字，当即大惊失色，他仓皇呼喊道：“不，不要！只要道长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愿意献上所有钱财，买我一命。”谁知许道富说：“你那钱财全在夜叉门中。” 放你回去，岂不就是放虎归山？指不定下次相见，你就已经炼化生仙果，晋升制住鸡了。听见许道口中的话响，熊煞心中顿时一惊：这厮怎的知晓我去过黑山，还知道我得到过一颗生仙果？关于这点，他一个字都没敢给许道说，生怕许道忌惮他的潜力，直接灭了他。但现在被许道点破这点，熊煞只得硬着头皮叫道：“道长明察。” 小道的确是进了黑山，也得到一颗生仙果，但是果子早就被师长收走，去炼制鬼灵丹了。此丹珍贵，还未炼制成功，还请道长先留我一命。到时候得到此丹，我必定献给道长。曲道虽然在黑山当中见过此人，但并不知此人是否得到了生仙果，只是猜测和疑惑，因此诈对方一诈。没想到熊煞这厮果真在黑山当中夺得过生仙果。 而且还透露出了鬼灵丹此物。听到“鬼灵丹三”三字，许道的心神跳动起来。若是他猜测的不错，对方口中的这味丹药，应该就是能让仙道中人种下灵根、寄生至筑基的丹药。而许道现在肉身筑基，阴神却依然是道途一流，缺的就是能种下仙道灵根的宝物。一时间，许道眼神闪烁，直勾勾地盯着熊煞，目中觊觎之色大作。 这让原本心生绝望的熊煞念头猛跳，自以为自己即将有活路可言。七，可谁知下一刻，许道面上就流露出沈笑，摇头说：“差点就让你牵着鼻子走。”虽然被对方口中的鬼灵丹触动了欲念，但是先不说此丹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许道也不一定敢服用。采取生仙果炼制的丹药，更不敢因此放对方回去，否则那就真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而且他目前除了将对方炼制成鬼兵这一手段之外，暂时也没有其他控制对方的方法。琼煞这厮谨慎，肉身还留在夜叉门内，一旦许道有所放松，对方立马就能逃脱掉，阴神回归肉身，到时候可就是该许道担忧遭到报复了。因此，他盯着熊煞，目中冷意生出，土生道：“还是做无奴仆吧。”话说完，许道身上气机的大盛，他运转起法术。 将道道符猛猛地打入对方的魂体当中，开始消磨对方的意志。不要！不要！穷煞尖叫鬼哭起来，他扭动着鬼头，气机窜动，想要逃走，同时口中叫道：“我是夜叉门入室弟子，我师尊是筑基中期的同手夜叉，师祖乃是金丹道师，你不能杀我。”谁知许道听见他这话，反而似笑非笑的回道：“过、哦，看来贫道非杀你不可了。” 否则，夜叉门寻仇，贫道可承受不了。许道见自己都开始运转法术，要将对方炼制成鬼兵了，而熊煞依旧只是大声求饶、恐吓利诱，却没有吐露其修成三头六臂鬼躯的法术。因此，许道暗想，对方应该真是被门中道士种下了禁制，无法对外人吐露秘法的半个字。这一边让他庆幸自己离开白骨关离开的早，没被白骨关道士也施下类似的手段。 另一边则是暗中警惕起来，看来真不能直接灭了这厮，否则其魂魄湮灭，夜叉门必定会察觉到，恐有后手。思来想去，许道顿时又庆幸他刚刚学会了炼制鬼兵的法术，兼摧残雄煞的神智，但又保留对方的魂魄，不使之触动到夜叉门。之后无论是真收在身旁作为鬼兵使用，或是贩卖出去都可以。进食当中，许道加快了炼制雄煞阴神的举动。 他吐出白气儿，企图迷惑熊煞的阴神，但熊煞不愧是夜叉门的入室弟子，其练气圆满，或可筑基。许道现在的肾气无法直接迷晕对方，反倒是让对方反抗得更加厉害起来。熊煞心中绝望，他知晓自己一旦昏迷过去，便彻底玩完了，因此不惜损耗根基的鼓动法力和许道相抗衡。同时，他脑中也是千回百转，好个妖道，炼制鬼兵的手法如此熟练。 莫非不是散修，而是门中叛逃出去的弟子，又或者是仇人特意请来害我的？但是无论他如何坚持和反抗，炼气道徒和筑基道士之间虽然仅仅隔了一层，但却是天差地别。禁室当中，许道以法力撬动天地，直接隔绝了雄煞和天地灵气的接触，让对方的法力得不到一丝一毫的补充，只能衰弱。大半个时辰过去，雄煞道图满脸绝望之色，他的魂魄虚浮。 连话声都无法说出了，心中已然充满认命的想法。曲道猛地睁开眼睛，他一个法诀掐动，脑中的鬼兵符种震动，凝结出一颗完整的鬼兵控制符文，狠狠往熊煞魂魄当中打进去。撤！急急如律令！啊！绝望的熊煞大叫一声，目中开始麻木。曲道微合眼睛，将念头通过符文探进对方的魂魄当中，准备彻底炼化对方。但这时有怪事出现了。 去无中，许道的念头刚进入雄煞的魂魄，其魂震动，有长吟声响起。嗟呼，或妖华秀子，或妖妙少年，今我鬼奴，何归他人？许道目中一晃，有百丈身形出现在他的念头当中，其身巍峨，左右有挂幡、金轮、伞盖、玛瑙珠物，长有百只手，头顶生白光，难以直视。巍峨身形低下头，看向许道，仅一眼就碾碎了许道的念头。 他抬起手掌，做拈花状，缓缓地伸出。穷煞浑身的灵气瞬间被抽干，一只大手从中钻出，猛击向许道。许道猛地抬头，目光惊骇地看着眼前这一幕。鬼神第一百九十九章灭杀鬼神念头，巨手就像是拍蚊子般，往许道的肉身狠狠地拍来，竟是当中的空气都凝固起来，洞顶的岩石都被撑裂开，威势赫赫。而许道在瞧见这只巨手后， 眼中的骇然也立刻转变为狠厉，想杀我死！他先是吐出藏在腹中的飞剑跳丸，跳完，目光闪过，刺向巨手，然后许到自己的身形猛然拱起，变得庞大狰狞，硬抗向拍出的巨手。轰！一声低吼响起来，整个洞石都猛地震动，惊动了外面的苏九，让他连忙扭头看向竟是所在之处。山体一阵晃动，噼里啪啦，竟是所在上方的岩石层层开裂。 大大小小的石块不断滑落下，刚开凿出不久的洞室骤然间就被掩埋在山石当中。老爷苏九心中一惊，他来不及收工，浑身的气血蒸腾，几个呼吸就跨过距离，来到近视的顶上。但是没等他喊出一个字，一只遍布鳞甲的手爪就出现在岩石堆当中，其击开厚厚的岩石，就好像捅破窗户纸般轻松。自山中冒出，苍白色的鳞甲巨物再度出现在苏九眼中。 许道身化龙种，鳞甲遍体，巨大躯体拱起，在山上立起。他抖了抖身子，身上的粉尘石块簌簌掉落，掀起一阵灰雾。啪的，他就彻底的从坍塌洞室中飞出来，口中气息如雷，白雾缠身，风声呼哧。瞧见如此状况，苏九面上的金色开始平复，但他不知竟是为何会突然坍塌，还以为是许道修行出了岔子，目中依旧担忧着。 许道舒展着龙种躯体，张牙舞爪，气势惊人，令人见之骇然。但他并没有现身多久，几个呼吸后就又摇身一变，从巨大龙种躯体恢复到了人形，凭空而立。许道披上一袭半新不旧的道袍，抖了抖袍子，他低头看向坍塌掉的洞室，面上冷笑说：“区区一个念头，也想打杀贫道？”听见许道这话声，苏九更加确信许道并未遇见大事。 心中顿安，但他也不好多嘴打听，便只是连忙走到许道的身前，欠身行礼说：“老爷骤然出关，不知有什么需要九儿帮忙的，还请老爷吩咐。”许道的目光阴沉，他瞥见苏九一脸的关怀之色，面上的神色方才好了一些，但只是挥挥袖子说：“无事，闭关中有虫置来扰我罢了，已经被我拍死。你且先下去歇息，若是闲来无事，想要做些什么的话。” 此地洞室已塌，麻烦去十里以外之地寻一方合适的山洞，作为你我二人接下来的落脚之地。苏九听见，赶紧的一口应下：“是，老爷。”他见许道虽然无甚大碍，但心情一看就不太好，自觉他还是先别继续待在原地比较好，省得挨了许道的眼。因此，苏九话说完，朝着许道一礼，连忙就脚步匆匆地跃下山坡，往四周的山谷寻找而去。 十几息的功夫，就从许道眼中消失。打发走苏九之后，许道盘膝坐在坍塌的静室上方，他微合眼帘，倾听自己呼吸声，开始平复自己的心神。等到灵台再度清净之后，他突地从袖中取出了一块鳞片，放在手中仔细地端详起来。嗖！取到掐指一弹，鳞片落在半空中，突地就变成了一只鹅蛋大小的虫子，正是一只灵兵。 此灵兵模样和其他灵兵并无什么区别，但是许道动用神识感应过去，立刻就在重置的身上感应到一丝异样的怨气。此怨气和平常的生灵惨遭屠戮而生出的不同，明显就是有人特意施展而出。其要是落在懂得的人眼中，犹如夜里的明珠，极为显眼。许道略微思索，心中暗道：此气应是夜叉门在雄煞身上布下的手脚。一旦有人斩杀他，怨气便会宛如复古之居般。 牢牢的缠绕在敌人身上，为之标记身份。好在许道谨慎，他一早就预料到不可轻易的打杀掉熊煞，否则容易遭了夜叉门的后手，时刻都提防着。因此，这丝怨气未能落到他的身上，而是落在了他身上的一只灵兵上面。怨气以为灵兵是凶手了。不过，整个过程当中，许道还是疏忽。他原以为不杀熊煞便是了，却没想到将对方炼制成为鬼兵也不成。看来熊煞这厮。 在夜叉门内的地位当真不低，居然有鬼神在他的魂魄中种下念头，此念头还能杀人。若是换个没有筑基的道人前来，指不定就已经被捏死。气息一丝许道想到那鬼神现身时，瞬间就抽干了雄煞阴神内的所有灵气，其不似杀人，却更胜杀人，让雄煞的魂魄没有一丝恢复的可能，生机全部供给了猛击向许道的巨手。 再加上熊煞到死也没能吐露出自己修行的厉害法诀，应当确实是夜叉门担忧功法泄露，特意在对方的魂魄中做下了手脚。这样说来，鬼神念头化作的巨手也有故意杀自己人灭口的意思。一旦许道企图将熊煞杀死，或是要将其阴神炼制成鬼兵，就会触发对方魂魄当中的鬼神念头。特别是后者，因为道人的阴神被炼成鬼兵后，其记忆虽然大多都会丢失。 但也有一定的几率保留下部分，同时被炼成鬼兵后，阴神当中诸多禁制也会重启失效。如果有人运道好，雄煞变成鬼兵后恰好能够保留下功法记忆，那么对于夜叉门来说可就亏大了。曲道梳理着，心中不由得冷哼一声。雄煞的阴神自毁尚且还在他的预料之中，但是从对方魂魄中冒出的那个鬼神念头，可就出乎他的预料了。鬼神者，神鬼和神灵的统称。 根据许道在熊煞脑海当中见到的场景，那尊百丈白首的巨大身形，当是金丹级别的存在无疑。他皱眉暗道：“看来熊煞这厮此前所说的话不是虚假，夜叉门内的确有金丹级别的存在，难怪能够力压白骨关和摄照不足，势力为吴国西南之最。好在许道如今也以肉身筑基，就算是金丹级别的道人，只要对方不是亲身而至，区区种在门下弟子魂魄当中的念头而已。” 绝不可能要了他徐某人的性命，连重伤都难。且对方暗中埋伏着的怨气标记，也被他引导着落在了一只灵兵身上。种种算计都已经落空。取到隔空和金丹级别的存在交手一下，虽然落了下风，但他只是损失掉了雄煞的阴神和身上一块鳞片罢了。不仅没有让他的心情太过低落，反倒是梳理之后，心中生出了值得的感觉。他回顾着刚刚所见到的鬼神身影。 脑中念头翻滚，这便是金丹境界吗？此前在龙宫当中所见的蜃蛟虽然是蛟龙，威势恐怖，但却只是尸体，尚未完成尸变的死物而已，呆板死硬，许道有法子避开。而如今瞧见的百丈鬼神，却是活生生的金丹存在，虽只是一个念头，但其法力举止已经和筑基道士有着质的区别，一眼就能碾碎许道的念头。若是两人真正的面对面， 恐怕对方争个台长就能拍死许道。唯一让人稍微不以为意的是，相比于龙宫当中二三百丈长的蜃交躯体，鬼神的形体虽有百丈高，却依旧算是矮小。七讲到这里，许道突的嗤笑一声，他自己连百日筑基的阶段都还没有度过，龙种躯体不过三丈大小，如何去蔑视人家百丈高的鬼神？低垂眼眸，等许道再睁眼时，他的目光炯炯。 内里如有火烛点燃，其低声道：“此即金丹道师，大丈夫当如是也。”原本在他的心中，白骨关道士、摄照道士的声势就已经骇人，让人心惊又心惊。可无论是和黑山外的那棵妖槐，还是和夜叉门内的百丈鬼神相比，道士们依旧只是猫狗禽畜般的存在罢了，难以对比。取道在筑基成功后的生出的一些自傲，瞬间就消失殆尽。区区筑基。 就算他是魂魄，肉身双筑基又如何？恐怕依旧在金丹道士手下逃不了。好，筑基远远不够。许道要的是继续迈进，结成金丹，乃至于长生。咔！一声脆响，被诡异怨气标注了的林冰落在许道的手中，瞬间就被他捏碎，变成了一堆粉末。抓着鳞甲粉末，他轻轻一扬，粉末便随着山风飘荡在山谷间，其上的诡异怨气失去寄托。 自然也就消失得一干二净。曲道众心微合上眼帘，吞吐起天地灵气，开始恢复刚才硬抗巨首一击时所消耗的法力。其气机升腾而起，盘旋在谷中。蛇鼠敛迹，虫鸟收声，莫敢惊扰。与此同时，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夜叉门驻地，先是熊煞安放在洞府当中的肉身，脖子一歪，啪的就摔倒了，变成一团死肉。 然后又是夜叉门禁地中的一块魂牌发出开裂声，卡的碎成块块，其从悬挂着的黑丝上掉落在铁砖上面，敲出金铁声，瞬间就惊动到看守禁地的夜叉门弟子，周围响起惊呼声，有炼气后期的师兄身陨了，脚步声急促，更加惊愕的声音响起，不好，是熊煞师兄，快快通报同手堂主和门主，快，一定请示门主，派人去寻熊煞师兄的肉身。 让仵座进行检验。一阵慌忙的通传之后，夜叉门内有几尊高大鬼物先后睁开眼睛，其形各样，有无头的，有大肚的，有长舌的，各自互相传音，口中商讨议论起来。其中有长舌者开口大笑：“哈哈，门下弟子传信，熊煞已死，他那颗鬼灵丹的份额可就空出来了。诸位有何意见？”“哼！”当即又有一尊三头六臂的鬼物也睁开人头大小的鬼眼。 他隔空舞动着六只手臂，身上黑气蒸腾，冷声说：“聒噪，尔等有甚意见？纵使熊煞身死，他那鬼灵丹也是某同手门下的。此鬼物的三颗头颅当中，赫然有一颗头泛着黄铜色泽。他盘坐在一庙宇神殿似的建筑当中，身子凝实，宛如镀铜七金的神像。若是许道能见到此鬼怪的形貌，定然会感觉有些眼熟，因为此鬼怪正是当初奔赴黑山的道士之一。” 只不过身子一虚一时，有些不同罢了，罢了。其他几尊鬼物听见，也就都不再商讨。当中有鬼物出声：“话说，本座记得，熊煞小家伙，失去了舍山那边去。”同手的鬼物闷声回应：“正是，还是门主亲自点的他，那可是某的入室弟子。如此就折损在外，某家泣不成声。门主可得赔钱。”“师，熊煞的魂魄当中总有师尊的念头，眼下他身死。” 却无念头传回消息。当时凶手灭了念头，其实力是筑基以上无疑。而附近地界的筑基道士，也就摄照那几个和白骨山的几只。然也，摄照那几个鼠辈已经弃了祖地，投靠国师。眼前距离我们不过数百里而已，因是没有机会，也没有胆子来灭杀我们筑基种子。如此说来，出手的道士当是白骨关中的，极有可能，当是无疑。 一阵附和声在夜叉门驻地各处响起。这照地界，许道再度睁眼时，没等他呼唤小红娘，苏九恰好从山林当中跳出来。他遥遥行礼，叫出：“老爷，落脚地已经寻见。”其实苏九早就已经找到地方，只是不敢打搅许道修行，因此一直在旁边候着罢了。许道也知晓苏九的举动，他只是点头吩咐道：“败露。不多时，两人奔到新的落脚点。 许道躬身走入洞室中，三下五除二的就开辟了一间新的临时洞府，并布置下一方粗陋的阵法。两人就此在新的洞室中歇息起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许道一边吞吃着夜叉门弟子囊中的灵物，加快着身子的蜕变；另外则是调教着三只塞入鬼兵作为魂魄的牙将，好让牙将更加机警。约莫三四日功夫，他就不得不再度出关，因为夜叉门弟子囊中的灵物。 已经被他彻底吞吃完毕，半枚符钱都不存，他得再度出关寻觅血食灵食。而此次出关，许道心中也已经有了个明确的目的地——夜叉门地界第二百张野电狱关。许道再度出关，多亏三个夜叉门弟子囊中灵材丰富，几人身家远比一般的道徒多，才让他在两三日内腹中的饥渴感得到了缓解，同时有了三头能够自主活动的牙浆。 苏九也就不必为许道奔走，他自有牙将携带林兵为之搜寻雪石，走出新的洞室，许道往西边的方向望着，目中闪过沉吟之色。夜叉门所在之方位正是西北方。此前许道只是大概知晓此门所在方向，现在通过几个夜叉门弟子口中的话，他已经知晓该门具体所在方向。他脑中思潮涌动，正在进行出发前的最后一次盘算。之所以准备前往夜叉门。 不仅仅是因为此门是西南地区除了白骨关和舍山之外最后一处修行地点，还因为奇门中都是仙道中人，法术多多，门内定然是有许道急需的清心静气类法术，合乎他的心意。另外，也是因为相比于白骨关和舍照部两地地处边陲而言，夜叉门所在的地界已经是吴国的内境，人烟稠密，是高于之地。除了夜叉门这等修行势力之外，其他的散修、家族等也是不少。 许道往西北方而去，就算是过夜插门而不入，他也大有其他的选择机会，或是在坊间厮混、拜访散修，或是继续深入吴国内地打听消息。唯一让许道心生疑虑的，还是此前在雄煞道土脑中见到过的那尊鬼神存在。虽然对方的念头连同暗中留下的怨气都已经被许道解决掉，但无论如何，那鬼神都是金丹级别的存在，许道无法匹敌。若是对上了， 他只有被对方用手指碾死的份。细细琢磨着，许道又想起了黑山外的那尊妖怀，以及龙宫当中的神娇躯体。当日不过是练气前期，便可在黑山当中厮混，赚取大好处而归。如今肉身已成筑基，又何必瑟瑟缩缩？许道心中嗤笑，他一甩袖子，便将脑中所有的杂念全都打碎，同时眼底里透露出冷光。建造筑基，需以神鬼或神灵作为灵根。 那夜叉门祖师既然是一尊金丹鬼神，岂不是恰好可以放血割肉，赠给他许某人阴神筑基所用？许道心中遐想到：古时西方有大能割肉喂鹰，那夜叉门祖师的相貌颇似传闻中的西方大能，缘何不能对我也行此一举？也省得我在惦记他门下的弟子。当然，想是这般想的，但是真要让他去图谋一尊活着的金丹鬼神，他可是万万不敢。不管怎么说，许道心思顿定。 他轻笑着扭过身子，对身后的苏九呼道：“就要启程了，九儿准备好没有？”“来了来了，老爷，我就好了。”立刻有呼声从洞中传来，正是小胡娘苏九的声音。吃几息后，她小脸通红地从洞室当中小跑出来，边跑边梳理着自己身上的衣服，身子隐隐有些走光，也不知是刚睡醒起床，还是刚才怎的了。曲道瞧见苏九这番模样，他主动走上前。 拥住苏九的身子，耳语说：“高处寒冷，可要多穿点衣物，省得待会儿着凉了。”话说完，许道便一本正经地帮助苏九检查起衣服，顿时惹得苏九口中响起阵阵娇呼声。从舍山前往夜叉门所在的地界，有几千里的路程，且两地道路阻塞，亦如许道之前从白骨关的地界来到舍山般艰难。原本若是有人想要自舍山前往吴国的内境， 都是等待屋下江上的冰层化开，然后乘坐大船顺流而下，辗转的前往。科舍山上发生了大事情，许道还斩杀了夜叉门的几个弟子，其中就包含熊煞这等入室弟子。他自然是不再会顺着江流前往夜叉门，免得一路上又碰见了夜叉门中的盗徒，到时候再起冲突就是一干麻烦事情了。好在他如今也不用再徒步行走，可以直接窜上高空。 跨过崇山峻岭，直奔西边的目的地。片刻功夫后，山谷间剑气嘶鸣，两道人影纠缠着冲天而起，踏入云中，往西边直扑而去。因为许道的肉身尚且处在蜕变当中，他每日间并没有疲于赶路，一日最多御剑飞行数个时辰，剩下的时间则是边走边吃，一路让牙将们不断的给他猎捕带来血食，供给他肉身蜕变所需。 除此之外，许道和苏九两人路上倒也生出了其他的小插曲，各自欢喜，因此拖累了两人赶路的动作。约莫十来日之后，两人已经彻底的离开蛮荒地界，深入到了吴国的内境当中。他们的视野当中屡屡有炊烟升起，时不时就有村寨从他们的脚下划过。等到达叶插门所在的州郡附近之后，许道主动从天空降落下，转而以在陆地上行走的方式赶路。 一如他此前离开白骨关的地界般，他给自己购置了一头驴子，骑在上面，让苏九在前面牵着毛驴，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赶着路。当行走到荒郊野岭时，四下无人，许道干脆就会将苏九也滴溜上驴背，两人共同乘坐一驴。也亏得许道随时都能用气功术托扶着自己的身子，否则以他如今的身子骨重量，可不是普通一头驴子能够承受得了的。只有妖化过的身子。 才能勉强承受得起他的骑行。这日黄昏已至，乡间小路上的光线开始暗淡，距离上一个村子已经有点距离，而且因为人生地不熟的许道也不知晓距离下一个村子还有多少里路。正当他准备交代苏九，让两人直接就在荒郊野岭过一晚上时，毛驴走着走着，他自个就脚下的动作加快，他吐的一溜烟儿的就往前头跑去。等到驴背上的主仆二人回过神来时， 前方的丘陵一拐弯，小路的尽头出现了几盏昏黄的灯火。许道打眼一望过去，发现是个小二层楼的林路野店。野店外面打着布置招牌，上面绣着一个大大的“数字。店的四周还有原木制成的栅栏，大半人高，能够提防野地里可能出没的野兽。这时许道方才明白过来，应该是他胯下的老驴识得道路，自觉要到达歇脚的地方了，这才如此这般激动卖力。 只听说有老马识途的，没想到我这随便在县城中购买的毛驴也能老驴识途。骑在驴子上，许道抚着驴背轻笑几声，他便用着怀中的苏酒一踢老驴的肚子，示意老驴加把劲往前头赶过去。许道还随口吩咐着：“等到了客栈，便给你买最上等的草料供你吃食。”也不知老驴是能够听懂人言，还是因为靠近客栈，他自己也激动起来，骑驴嘴巴咧开。 打了个响鼻，口中发出叫唤声，一饿一饿。同在驴背上的苏九意识到，两人不用露宿在野外，待会能有热水沐浴身子，他的眼中也露出了欢喜之色。不多时，叮当，毛驴颈口上的铃铛晃荡，已经跑到了野店外边。店内有小二候着，小二一听见铃铛声音，便掀开帘子，望东望西的。他瞅见路上的许道两人，黄扑扑的脸上立刻露出质朴的笑容。 小二连忙从店中走出来，打开栅栏，摇晃着手掌招呼两人：“客官，客官，这里请。”等毛驴靠近，小二恭敬的邀手，让两人一驴先进里面，他自己则是落在后边锁住栅栏，然后又快步走到旁边，拿过一个木凳子放在驴子的身边。公驴背上的许道二人踩着走下来。这地界前不着村的，可就俺们这一家店，夜里赶路不安全，二位还是先进店中吃点东西。 今晚住上一夜，明儿再赶路。一边虚扶着两人，小二口中还打趣的说：“瞧您的这宝驴，看上去年岁不小，但是身子却硬朗，赶了这些路都不见有吃力的样子咧。”小二有些聒噪，许道听见了，也就面上轻笑着回了句：“此驴被懒，一路上走走停停，当然不累了。”他冲着小二拱手：“劳烦小哥给他备上店中的好草料，加点豆粕，也算是照顾照顾他。” 好了，小二打了个诺，随即就牵着许道的驴子往后院走去。而苏九站在一旁理了理自己身上的衣物，他也恭敬地做出了一副小厮的模样，为许道鞍前马后。只不过这小厮的装扮怪异，他头上用条布巾包裹的死死的，旁人看不见他顶上的一根发丝，只让刚才的小二以为他是头上生了疙瘩癞子，羞于见人。苏九快步走在许道的跟前，为许道掀开客栈门,门口的竹帘子。 一并勾着脑袋往店内瞧去，但一放眼瞧进去，他的面上就一惊，眼睛瞪大，然后回头望向许道。而许道虽然并未进入店中，实则早早用神识简单扫视了一番。他瞧见苏九露出惊愕，没等苏九出声，便伸手一摇，口中说道：“勿慌。”他自己直接走过去，掀开了挡风的竹帘子。眼下的时节虽然是夏季，但是因为并非盛夏，山林间雾气也浓重。 往往日头一落，野外就会变得微寒，因此这街乡外的野店才会在小楼的门口放下竹帘，一并在那里生出堆炭火。曲道走进客栈当中，热气扑脸。他抬头的第一眼，便是看见了明晃晃摆在客栈大堂中的一具棺材，棺材四方漆了黄漆，反射着烛火。旁边还有几个正在歇脚的壮汉，各个身上披麻戴孝的，显然都是抬棺的人。曲道主仆二人走进殿中。 顿时引得壮汉们的注视，店中亦有惊呼声响起来。咦，有客来了！该死的狗娃子，客人来了都不亲自引进来，罪过罪过！是一个正在柜台跟前敲打算盘的长衫老头，对方伸着脖子看许道二人，头上戴着瓜皮帽，活像是探出脑袋的乌龟，多半就是这家客栈的掌柜了。掌柜的连忙走到许道的跟前，口中告罪说：“抱歉，抱歉，真是惊到客官了。” 还请客官先吃杯茶压压惊。他口中所说的“惊扰”，正是指摆放在他家店里面的那口黄漆棺材。眼下是夜间，如此一口棺材放在店内，任谁一掀开竹帘，都会心中一悚。好在许道只是瞥了一眼黄漆棺材，他对进店撞棺材这事并不在意，还摆摆手，口中轻笑着说：“无事无事，升官发财嘛。”小二哥牵着贫道的毛驴去后院了，掌柜就不要责怪他了。 话说完，许道便让掌柜的赶紧带路，给自己开一间上房，一并准备些吃食以及洗澡用的热水。野店掌柜听见他的话，上下打量许道，这时方才发现许道身上是一袭灰扑扑的道袍，竟然是个道人的打扮。掌柜的也不知许道是真道士还是假道士，但他口中还依旧奉承说：“道长艺高人胆大。”但还是得罪道长了，罪过罪过，道长这边请。两人说话时。 店内那几个抬棺的壮汉也都纷纷站起身子，他们隔着距离都拱手朝许道赔了个不是。见新来的客人胆子特大，掌柜的也是欢喜。再加上店中伙计没空，他亲自的引导着许道和苏九往楼上走去，一并嘴上不停介绍起自家店中的服务和吃食。小店虽是在野外，但菜蔬可是新鲜的很，还有野味咧。附近的猎户每日都会把打到的东西送到我们店中。 我们店不要的，他们才会走远路卖到县城里边。一番自吹自擂，野店掌柜也着实勾起了许道腹中的馋虫。他当即甩出一锭银子，让店家把店里面能做的吃食，各种都给他弄上一份。银钱不够的话，就在家。如此豪气的客人，顿时让野店掌柜笑得合不拢嘴。原本他口中的热水不多，无法泡澡的话，也都被他咽进了肚子里面。寒暄和吩咐之后。 许道主仆二人就此在这家小店当中歇脚起来。夜色变深，他们或是大快朵颐的吃着店中的饮食以作为消遣，或是待在热水桶中梳洗清理，并无一个对楼下的棺材感到惊惧的。但是等到夜半三更，野外寒气变重，店中的其他人确实都惊恐起来。